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咱弟跟我一样都是在成都上大学，我在川传，然后他在新城。前一段时间他阳了，然后最近才刚刚好。身为哥哥的我呢，今天就去看一看吧。听说他们学校有七个食堂。不是，你这头发多久没剪了？不行啊，这狗头今天必须得去剪一下。真的，你这纯野人。剪完之后这不好多了。现在这不就帅多了？先带弟弟一起去训练。这小子训练还做表情管理。练完了，你说你哥带你去吃顿好的，你知道在学校都饿瘦了，我靠，这胳膊细的。这一家好像看着还不错，就这一家吧。Okay. 这两个就是我经常吃火锅的蘸料，一个是成都的油碟，另外一个就是稍微健康一点的调料。今天这一桌啊，蛋白质直接给你拉满了。怎么样？这样。哇。听说这个大刀腰片得蘸这个干碟吃。好了，哦，你比我能吃辣。视频后发现我的兄弟俩动作莫名一致。这个炒饭还挺好吃的，它是炒到那种米饭跟鸡蛋都粒粒分明，就每一口都有蛋。它火锅店好不好吃，取决于它的蛋炒饭好不好吃。弟弟说脖子不舒服，那就带他按个摩。怎么有我这么好的哥哥？爽吗，老弟？对，那我送你回学校了。拜拜。拜拜。